当然我哋可以有时间就去个大自然里边，我哋除咗个鞋啊，喺嗰啲草地行走下咁样样咧，就可以做到个接地气。但系城市人工作咁繁忙嘅时候咧，其实而家市面上咧已经系有一啲接地气嘅产品咧，咁喺我哋嘅健康店咧，已经呢度咧有好多嘅客人咧就系买咗翻去屋企度咧，就每一日都可以接受到呢个接地气嘅治疗啦。接地气产品咧可以喺我哋六创意嘅健康店可以买到噶啦，联络电话系2882-4848。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今次跟大家介绍的疗剂呢是叫做蔓延清、Caladium Sanquinum American Arum、蔓延清 Caladium。 好了，这个疗剂可以这么简单，简单来说有三大的应用的地方，处理那些、食烟过多的问题、我叫做、烟瘾太犀利，亦都有人可以用呢用这个蔓延清呢是帮助一些食烟的人呢是帮他企图戒烟的。OK， 那譬如有些人呢是食烟食得很犀利，那你要戒呢他就会即是他没办法戒的。那但是呢食了这个疗剂 Caladium 蔓延清之后呢，他们会觉得呢就不想食那么多的。OK， 那通常呢我们帮助人戒烟呢，我除了这个蔓延清这个疗剂呢，我们都会用另外一只草药、叫做 Avena Sativa Oak Straw、蜜烟草，咁呢令到嗰个戒烟嘅人呢就戒得比较舒服啲嘅。咁 Avena Sativa 呢係一只草药嚟嘅。好啦，咁 Avena Sativa 呢喺曾经喺美国呢係有啲广告呢就推荐佢呢作为处理嗰啲男性嗰啲不举呢个问题。咁当然嘅剂量呢会比较用得大好多嘅、大啲嘅剂量嘅。好啦，咁处理嗰、那个烟引起嘅问题嘅疗剂，其实都喺同类疗法都有几隻嘅。咁另外一隻呢叫做係 Lobelia， 係北美山梗菜 Lobelia。咁呢个呢都同嗰个Caladium 啦，蔓延清咧，都系用喺一啲帮助啲人咧，系戒烟嘅。咁其实好多啲戒烟嘅疗剂咧，通常咧都系胃嗰啲疗剂，通常咧系处理嗰啲恶心嗰啲问题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将烟本身咧，将个烟本身咧，烟草咧就成为一个疗剂。
咁呢个通常咧系我哋用喺啲晕船浪用嘅吓，即系通常啲晕船浪啲人咧，个人想作呕作闷咧，咁呢个疗剂咧就系 tabacum。tabacum 咧就其实咧系由个烟嗰度嘅烟嗰个烟草嗰个咧系制造出嚟嘅疗剂嚟嘅。咁即系嗱，咁除咗 caladium 啦，嗰、那个嗰个蔓延青啦，lobelia 啦，北美山紧菜啦，咁同埋 tabacum 咧系烟草咧，呢、這个都系一个疗剂嚟嘅。咁通常咧就系、是、我哋可以用喺帮助嗰个戒烟嘅。好啦。咁我呢个疗剂咧，亦都系帮助好多啲问题，因为食烟引起嘅，譬如哮喘、肺气肿吓，因为食烟引起嘅，甚至乎咧，如果系啲肺癌啊，因为有一个好长时间嘅食烟导致嘅肺癌咧，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可以应用嘅疗剂嚟噶啦。咁当然咧喺同我疗法咧，有好多肺癌嘅疗剂嘅吓，咁譬如磷啦、phosphorus 啦、chromium 啦、毒参啦。同埋 caladium 同埋 lycopodium 石蟲咧，都係一個肺癌嘅療劑。咁都係肺癌係唔容易處理嘅。咁但係咧，但同外療法咧，亦都有啲療劑咧可以幫助佢嘅。好啦，咁喺同外療法裏邊咧，有一個Isiaga 係一位阿根廷嘅一位好資深嘅同外療法醫生咧，佢曾經咧就提倡用一個煙做出嚟嘅療劑即係將嗰個食煙嗰啲煙咧。攞支大嘅吸筒咧，將嗰啲煙咧噴落一樽噴落一樽水一樽玻璃樽水，或者可能汽水嘅玻璃樽，咁就裝滿咗水，咁啊噴一支煙落去，咁跟住咧就將呢個嘅水咧就撞擊佢充能嘅 succus 啦，將佢大力拍落本書嗰度，咁拍佢30次，跟住咧就倒90%嗰啲。倒咗佢，咁啊，再填翻9%嘅水，咁啊，繼續咁拍，咁拍到佢去到3C 啦，咁即係1/10嘅1/10，嘅1/10或者咧1/100咧，你咁嚟到稀釋佢啦，咁咧就應該咧就嗰個本身嗰啲水嗰啲煙臭味就冇曬噶啦，咁呢個咧就亦都可以咧作為一個療劑嚟嘅 ，OK， 好啦，咁除咗呢個之外咧。這個療劑呢 ,caladium 呢亦都可以用在一些嘅女士嘅嗰個陰唇啊陰唇好痕癢同埋燒灼熱嗰種感覺。咁呢個亦都一個可以可以採用呢個療劑嘅 ,ok? 好啦。咁蔓延青嗰個療劑呢喺个画像我叫 picture 啊，即系呢个疗剂个形态咧，个画像系点样咧？咁我哋就会即系呢个蔓延青咧，就好似石虫嘅石虫。大家嗱，石虫个大嘅疗剂咧，希望大家已经学过啦吓。咁呢个呢种人咧，成日中意瞓觉嘅，瞓低嘅。咁但系咧就出汗会舒服啲啊。咁但系出啲汗咧，就好容易咧系吸引乌蝇啊，吸引啲昆虫嘅可能蚊啊咁样样。咁但系佢就觉得出汗会舒服啲嘅。咁同埋咧，佢哋嘅性嗰个下体嗰个性器官咧比较松弛咧，同埋好多汗湿嘅咁个病人咧亦都有时好怕去瞓觉，但系唔知点解咁嗰个阴唇咧系痕痒同埋灼热。咁呢个都系一个蔓延青处理嘅。咁所以三个主要嘅地方啦，同吸烟引发嘅问题啦，同埋咧就嗰、那个阴道嘅痕痒啦，咁同埋咧系哮喘个呼吸系统嘅问题。OK， 咁呢个咧系caladium。蔓延青可以用得着的地方。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沙甸街富盛商业大厦2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848，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系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